天，我觉得快走到了耶！还要哭，一直还要哭。嗨嗨，还要哭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我们要去哈利波特了。哈利波特园区。哎呦哎呦，好神秘哦！我感觉穿死在了哎。你这样子不行哦，它不符合园区穿着。我们在哈利波特的那个红米村，红米村。那那那，你看那里。在排这个哈利波特禁忌之旅，那弟弟买魔法杖，出园区你就后悔。我现在玩谁是卧底，因为排队要排。刚刚玩完哈利波特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。好恐怖哦！你看我刚才流眼泪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哦，弹一指，结局就回来了。狂起来，狂起来！说好不敌，要来买奶油啤酒了。如何？如何？我觉得是好喝的啊，给我喝，来奶油酱，好恶心哦！哇，这是哈利波特的杖，魔杖，魔杖，听起来很糟哎，讲起来像拐杖。看这一根塑胶要4900，跨拢跨不？魔杖走出来就是这里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开，哦，哦，开了，开了，转了，哦。来到侏罗纪里面了，要去玩飞天翼龙，走啦，起飞咯，祝福大家，快这里这里，样赏，嗨嗨嗨嗨，是我是我是我，跟六福村比起来，我的话那六福村 is not good， 虽然 is good， 我们刚刚玩这个飞天翼龙，好玩吗？好感超爽，就是他一直在冲哎，他没有晚上休息，对，他没有休息，他绕过来，然后往后的。而且我们是坐那个最后一排，看这群人又在掉了，我懂你。样赏，样赏。気持ちですか？ Before I go up， 私害怕です。After finish， 推推です。侏罗纪的商店，然后这里面有一只小蓝，你看它一直动，它一直动，超可爱的。哇，我要进来水世界的城了哦。很精彩的表演，美少女战士妹妹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们在等小小兵的游行。哇，你好可爱！美少女战士，收他，收他！嗯，来了 ，4、3、2、1！我懂，我懂。小小兵， yeah. 我们现在来演示遇到色狼之后该怎么做。来，色狼该怎么做？提莫吉，我们要进来了。这个太晕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吃晕车药。小朋友都比小小兵矮，超可爱的。不如我买完才觉得很贵。哎，它真的很可爱。那些会脚酸痛或什么奇怪的，怎么会需要贴这个嘞？但我还是试试看了，这叫傲娇了。贴起来感觉如何？因为我没有很酸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站不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严重了。